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澳门快拍，我是 Winnie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将每一天都会为你更新澳门大大小小的文化娱乐资讯。亚洲小型赛车公开锦标赛在上一个星期呢就展开了一连串的赛事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比赛的精彩片段吧。这项被誉为亚洲最富挑战性的小型赛车比赛，吸引了全亚洲最优秀的小型赛车好手前来较劲。参与的国家包括泰国、印度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香港以及澳门等等。而125方程式高级公开组的冠军最后由新加坡的选手夺得。另外，在这个月的23号 ，Splash 池畔派对蒂尔朗将会再次归来，我们就一起约好到新濠天地狂欢吧。好了，这里就是澳门快拍，明天会继续为你更新。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于澳门的更多资讯，就登录 macau.com 喽，拜拜。